格里木盟有一个蒙古英雄叫嘎达梅林，那嘎达是英雄的名字，梅林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官位啊，他率领呢这个百姓啊反抗王爷啊，反抗反动这个军阀的一个斗争的这么一个故事啊，全诗很长啊，据说这个唱的就是中间很小的一段啊。我试着唱一句啊，我看看我能不能回忆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感觉啊。没有音乐啊，唱起来比较干啊。因为唱歌的人不都先喊一声是 music 吗？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，不落长江，不呀不起飞。要说起的嘎达梅林，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。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呐、啊，不落长江，不呀不起飞。要说起的嘎达梅林，是为了蒙古人。我20几岁的时候啊，因为做文学编辑嘛，内蒙古有很多这个作者，我们去内蒙古，人家招待我们。去的时候不知厉害啊，第一年轻，能吃能喝啊，什么都敢。所以去了以后呢，在蒙古包里，请你喝酒啊，额济啊，请你喝马奶酒。你可以不喝。但是你要喝一杯啊，就必须喝醉，不喝醉你过不去。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这个厉害啊，就是那喝酒啊，可不是拿这个喝啊，拿这么大的碗，一碗下去，哎呦，感觉这个味道很不错啊，感觉很舒适。额济马上又给你一碗，又喝一碗，又给一碗。如果你不接的话，他就是跪在你面前唱歌啊，非得让你喝。那天是什么结局呢？所有啊喝酒的人，晚上啊吃晚饭啊，第一个醒来的人是第二天晚上了。谁喝多了啊？夏天啊，拉着你直接就出去，往草地上一扔，没人管你啊，也没狼啊，直接往外一扔，让这屋里剩下人还喝。谁喝多了，拉出去醒酒去，给扔到外头啊，就是那种一种性格。你们知道吗？这马奶酒啊，是这个蒙古民族啊一个特有的一种饮料啊。据说啊，它有驱寒啊、舒筋活血啊、健胃等等各种功效，被称为啊元玉浆啊，是蒙古八珍之一。过去都是元朝的这个宫廷啊、蒙古贵族享用的这个主要饮料。这马奶酒啊。它有酿造的方法呀，它虽然是一种，但是它可以越酿造越精，它就所谓的六蒸六酿才成为马奶酒的那种上品。明朝有个人叫萧大亨，他呢写过《北鲁风俗》，就提到过这个马奶酒的六蒸六酿啊。他说这个马奶酒呢，这个宛就是如果你经过六蒸六酿，它出来就宛如清水了。可我当年喝的那个。确实不是清的，就是和奶一样的啊，是不透明的。那么蒙古族的传统的这个酿酒方式呢，它这个它酿出来这种马奶酒呢，它酒力呢不大，它主要是度数不高啊，但是它反复的这么蒸酿的时候，一次比一次提高酒度。据说最后啊，最后六蒸六酿以后，可能达到近30度，那就非常高了。我们现在的低度酒都是30-40度嘛，马奶酒啊，它的最初酿造出来的那种喝起来非常容易入口的，大概酒精度就3-4度，跟啤酒差不多。你看我们啤酒上老写一12度吧，那12度不是酒精度，是麦芽度啊，是麦芽汁的这个
这个比例。啤酒的酒精度一般都在3-4度啊，这个比较高的呢，据说德国比较高，能达到这个5-6度啊，甚至达到9度。一般来说，4瓶啤酒下去相当于小半斤白酒了啊，这你可以算出来吗？它的酒精度。所以呢，喝啤酒依然会醉，那喝马奶酒呢，那肯定会醉啊，只不过它醉的那个速度特别慢。这个上头特别慢，就是我记得喝了很多以后感觉就不行了，就看晕晕乎乎啊，这个最后就扛不住了，就不省人事了。不省人事了以后呢，就达到了目的啊，这就是你到内蒙古去喝酒的时候一定要知道，要不然就是今天啊大家自己喝，如果你跟蒙古民族的尤其额济老奶奶去喝酒，他要敬你酒，你不好意思是不喝的，所以一定要以醉作为这个喝酒的结束。我们当年去草原呢，最感兴趣的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其实是蒙古马，因为比较高大的马我们都不太敢骑，就敢骑蒙古马。蒙古马都比较矮小啊，而且呢特别温顺，就是觉得这马可能随便骑。所以我去内蒙古的时候呢，觉得在草原上骑马，尽管那个我们这个都比较大，骑那马上没觉得有多高，但是那个马骑起来还是很舒服的，尤其在草原上，草原上这个地都没那么硬，所以它不颠。蒙古马呢是在中国的3大名马里呢是最有耐力的。我前2年还看过一个蒙古草原的一个马的比赛，马拉松的比赛，所有的养马啊，不管是多么牛的马，最后都输在长途跋涉中。他好像是跑100多公里，还是100多里，最后啊，一开始跑在前面的马，最后都没有跑过蒙古马，就是它耐力极好。蒙古马呢，按照一般的说法是耐粗食，还可以呢耐饥。什么叫耐饥呢？就跟骆驼似的，它耐饥嘛。所以蒙古大军呢，当时摧枯拉朽一路西行的时候呢，他占了马的便宜。首先是蒙古马的耐力，耐粗食，什么都吃啊。然后呢，又有极好的蒙古大军，当时有极好的军事制度，1人4马，就是马得一些，人可以不得一些，所以他可以日夜兼程。当时欧洲人算蒙古大军的速度永远算不过来，就说他怎么永远比算得快那么多呢？就是因为马是不停的歇息的，人可以不停的换马，他不是一人配一马，一人配一马他就要需要停下来，还需要很多辎重。蒙古马什么草都可以吃啊，再加上呢，蒙古大军的马呢，更多的呢是母马，母马可以有马奶，它就保证了这个营养的一个供给，减轻了军队对食物的依赖。所以它的机动性就非常强，啊！我们去内蒙古的时候，骑上马在草原上走一圈，感觉非常好。虽然那照片照回来，你看着不够那么神气啊，不够你骑今天的这个马术比赛那马都超漂亮啊。但是从耐力上讲，我们的蒙古马为当年的蒙古人立下过汗马功劳。可惜的是什么呢？是今天的草原上都骑摩托了。我们用了5集时间啊，说了我们国家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，先说的新疆，其次是西藏，说了广西，说了宁夏，最后说的内蒙古。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，多民族的国家对我们这个国最后一个讲内蒙古啊，内蒙古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，它是和中国其他省份啊相邻最多的省级行政区。它跟哪几个省相邻呢？我们由北开始说，由北往西南方向说啊。第一个是黑龙江啊，显然就是吉林、辽宁，黑吉辽一路下来，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宁夏和甘肃啊，和这8个省相邻。北边呢，与蒙古国啊和俄罗斯接壤，你想想，它跟2国8省相邻，这个行政区就非常的大，它是一个狭长的，跨度非常大。它东西的直线距离超过了2400公里，南北的跨度呢大约1700公里。如果我们从黑龙江啊一直到甘肃这边啊，如果坐陆路开车，我估计得开好几天。那么它全区的面积呢
是有118万平方公里，占全国的面积12%多一点，分布主要有蒙古族、汉族以及满族、回族、达斡尔族、鄂温克族等多个少数民族。这个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啊，它在这个我们国家的五个自治区中呢，设立的是最早的。我们首先要对这个蒙古有一个大致了解啊，蒙古是亚洲大陆中部的一个水草和沙漠遍布的草原地区的一个泛称。我们一般都认为，你说内蒙古就是草原嘛，草原嘛，其实新疆呢，沙漠嘛，沙漠嘛，都这个感觉。其实内蒙古也有沙漠啊，你比如腾格里沙漠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去内蒙古看见的风光都是草原，因为不会奔着沙漠去啊，人家请你去就是看草原。但是今天草原破坏的很厉害，我们在电视片中都可以看到。这个蒙古啊，是一个有一段很震撼的历史啊。1206年啊，在蒙古地区呢，成吉思汗呢就建立了大蒙古国。他建立大蒙古国当时的概念呢，就是一路西行啊，整个要拿下这个世界。蒙古人向西的扩张，我们读蒙古史的时候都应该知道，或者说读我们国家这段历史也大致有个了解。那么到了1271年啊，它是蒙古帝国的一个黄金时期啊。那么他的这个成吉思汗的儿子啊，最小的儿子托雷的二儿子忽必烈，就换句话说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呢，在这个中国地区就建立了大元帝国啊。他取的意思就是大灾前缘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定都呢，北京啊。当时称之为大都，它是在一个汉人叫刘秉忠的这个规划下啊，定都北京，所以北京今天留下了很多元朝的遗址啊，我们比如我们的白塔寺啊。那么忽必烈改为元朝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就是要借中华的文化，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，就是中华文化非常强大，我们这脑袋特别好使。我们建立的这个文化，由于中华民族各民族都在使用这个文化，大家都逐渐的熟知习惯，所以在历史上一旦其他民族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呢，它一定要向汉文化靠拢。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清朝啊，满族人一直向汉文化靠拢，200多年以后，很多满族人对满族文化反而不如对汉族文化熟知。那么元朝定都北京以后呢，他就确立了他在中国的这个元朝地位，所以我们今天称之为那个朝代叫元朝。蒙古族啊，他由于生活习惯的这个原因啊，导致他的定居意识不强，所以呢，他对占领这个疆域呢是非常有兴趣的，所以他就不停地扩张，忽略了他的建设。所以他的享国时间呢就比较短，以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算起呢，到元朝灭亡呢是162年，以忽必烈定都北京算起不足一个世纪，只有97年啊。后来蒙古族呢，他没有彻底消亡啊，元朝以后呢，他就退回草原，史称北元。北元过去在我们的史书上基本上不怎么提，为什么呢？觉得那一段历史啊，就那一段历史，蒙古人和汉人冲突的这段历史，对明朝人呢是刻骨铭心的，所以他就不提北元。明清时期呢，这个蒙古地区呢一直是分分合合啊。明代的时候呢，它分为呢三大块啊，一个是鞑靼，一个是瓦剌，一个是乌兰哈，三部。清代的时候呢，是按地理位置，比如漠南呢，蒙古呢是察哈尔蒙古。漠西蒙古呢是准噶尔蒙古，漠北蒙古呢就是柯尔克蒙古啊。漠南和漠北的蒙古呢，在康熙年间呢就归附了大清啊，大清。漠西蒙古呢，在乾隆22年被大清征服。1911年啊，民国革命以后呢，蒙古的诸部呢
这里就发生了一些分裂。其中有一部分呢是亲俄，亲俄罗斯帝国，有主张呢独立的，也有主张呢留在中华民国之内。那么这个事情反复了多次啊，所以呢最终有一部分呢在1944年呢就并入了前苏联啊，有一部分呢就成立了今天的蒙古国，剩下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国家的内蒙古啊。那么漠北蒙古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蒙古国，这个漠南蒙古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内蒙古啊。内蒙古在这个当时民国的统治下呢，它那个分的比较多啊，因为我们刚才讲了，它是一个非常狭长的啊，它是由北边啊，由锦北边黑龙江，它叫兴安省啊，大兴安岭、小兴安岭啊，热河省啊，察哈尔省、绥远省、宁夏省，所以这一路由东北方向西南方啊，不是西南方，西北方这个迈进。1947年的时候呢，就设立了这个内蒙古自治区。元代啊，蒙古族跟汉族的这个融合的非常好，比如我们知道的啊，中国的文学形式，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元曲非常的世俗化。唐诗呢，它非常精神啊，你看唐诗里它大量的时候表现它的精神境界，而到这个宋词的时候它就开始出现情节，但是到了元曲它连剧情都出现了，有的元曲是在完整的讲一个故事。那么由于元朝的这个世俗文化呢这个非常普及啊，不光是有元曲，还有我们的元杂剧，那么说书，我们的四大名著中除《红楼梦》以外啊，西游、三国、水浒呢都是在元末明初逐渐成型的。比如我们的瓷器啊，我们的瓷器在元以前都是基本上啊都是以颜色作为表现形式，你比如景德镇的瓷影青啊是带有这种幽幽的蓝色啊，越窑是绿色啊，这个定窑是白色，它都是颜色作为它的最主要的表现手段。尽管宋代这个磁州窑已经有了这种绘画，但是它不是主流。到了元代，元青花一下就异军突起，就占领了中国陶瓷后来的半壁江山。它曾经是全部江山啊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彩瓷这个占的比例非常低。到了清代以后，由于西方的文化进来，我们的彩瓷的比例才逐渐的升高。那比如北京啊，北京留下了很多元代的这个文化痕迹，比如语言啊，胡同啊，胡同。这个一说是蒙古话，是水井的意思，因为过去啊，北京的每一条胡同里都有水井，没有水井就没有水呀。这个不是很久远的事情，就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，胡同里都还有井呢，很多人都是从井里提水。比如海子，你比如北京吧，北京的湖泊经常叫海，它就源于蒙古文化的海子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中南海啊，中南海实际上是南海，从南边算起，南海、中海、北海、后海、什刹海啊，它都是海子，就是湖泊，这都是跟蒙古文化有关联的。那么它留下最为显眼的证据是什么呢？就是北京的白塔。北京有俩白塔啊，一个是妙音寺的白塔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白塔寺啊，俗称白塔寺。一个就是北海公园的白塔，这俩白塔中间隔着一明朝。北海公园的白塔是建于清初顺治年间啊，而妙音寺的这个白塔呢是元朝建设的。谁下的令呢？忽必烈啊，忽必烈下令，尼泊尔的工匠啊，阿尼哥的主持盖了这个白塔啊，经过8年的设计和施工啊，这个体量非常大啊。这个据说是今天中国现有的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喇嘛塔。当年呢，白塔里还陈设了很多佛像，比如有真人等身大小的这个鎏金的佛像啊，我都见过啊。文革的时候呢被挪走，差一点儿啊被化了铜啊。那么
我小时候啊，这个白塔，两个白塔之间是非常容易观望的。今天呢，由于建设了很多楼啊，会有遮挡，就基本上看不见了。小时候从白塔寺这个白塔看到北海的那个白塔，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北海的白塔呢，地势更高一点啊，这个白塔寺的白塔啊，体量更大一些。我都到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呢，我每天早晨由西向东都要经过这两个白塔啊。今天回想起来呢，真的恍如隔世。元朝啊，元朝灭了以后，明朝呢对元朝是存有极大的戒心的啊，对明，尤其对北元啊，尤其瓦剌军又把正统皇帝给掳了去，所以呢，明朝一直对北元呢存有极强的戒心。那么到了清朝啊，清朝呢满族人呢跟蒙古人比较容易啊，跟蒙古族比较容易沟通，那么清朝的皇帝呢跟蒙古啊一直示好，比如我们北京有几些有一些遗址啊，今天在这个故宫的东北面啊有松柱寺和智珠寺。当时这个寺院啊是三大寺啊，它的东侧呢是法渊寺啊。那么松柱寺呢是明代呢这个藩经厂和汉经厂的一个遗址，清朝雍正年间啊开始为它创建，是为谁创建的呢？就为蒙古的这个活佛啊张家呼图克图给他所建。那么智珠寺也是啊，智珠寺的据现在的文献记载呢是它建立于乾隆年间。乾隆年比这个松柱寺要晚一些，它有很多建筑上的构件，包括当年画的那个藻井都是当年的这个文物，我去看过啊。前些年这个还没修缮的时候我去看过，现在修缮的非常漂亮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，看到这个就是蒙古族啊，他度过了元朝以后啊，尤其到了清朝，他还是跟这个中央政府保持了良好的一个关系。蒙古族啊是个非常豪放的民族，它是地域决定的啊，能歌善舞啊。过去说这是一个音乐民族啊，诗歌民族啊，它有一些很独特的表现方式，比如它的长调、呼麦、马头琴，这些都被列为了这个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长调，就是你听的时候得有心理准备啊，就是如果你把心理的调整得很好，听的时候你会热泪盈眶。这个它的节奏啊比较悠长啊，它不像你像黑人的那个音乐啊都是 rap 说的啊，拼了命的说，它不是，它惜字如金啊，这一个字儿且唱啊，咱那个时候紧着倒着说话，它是长长的拖音，所以叫长调啊，唱起来非常奔放。据评论家说，唱起来豪放不羁，一泻千里啊，是这种文学的描述。那么他唱起来呢，他主要表现的内容是什么呢？都是草原呐、骏马呐、骆驼呀、牛羊啊、蓝天呀、白云呐、江河呀、湖泊呀，都是这种大的场面。他不去表现那种鸡零狗碎的东西，他都是要这种大场景。所以你听他这种在讴歌这种生命的时候啊，诉说爱情的时候那种感觉啊，你要知道这是蒙古民族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。还有一种表现形式是呼麦。有一年我一个朋友叫我说我带你去参加一个特好玩的事儿。我说什么事儿？他说有人唱呼麦，咱们去听听。然后我就说什么是呼麦。